说一下，今天啊，我的运气是非常好。来到什么地儿呢？啊，在昨天的时候本来就想来，所以呢，我在昨天一开始的时候说了这句话。All right， 今天呢，第一个最大的任务完成了，就是把孩子接上了。然后好多天前呢，一直想去一个地方，这个地方也是我想在圣地亚哥，介绍给大家的。据说这个地方是可以非常近距离的接触一些野生动物。至于是什么呢？一会儿去看一看情况，希望可以赶到这个日落之前到。结果呢，后来就是因为这个，临时说堵车来不了，后来改了地方。今儿呢，我真的是不管他堵不堵车，我都要来。我现在所处的位置呢，外面可能风有点大，怕等会儿听不清，先告诉大家，这个是圣地亚哥特别著名一个景点，叫被俗称为海豹滩，可以看到海豹沙滩，这儿会有很多原生的海豹，你可以近距离接触。运气非常的好，朋友都跟我说一过来肯定没车位，结果我往前一走，咔嚓，我右手边一辆车就出来了，我就非常幸运的抢到了车位。也就是说，在这个非常好的天气，赶紧带大家看看海豹滩，出发。我看来前面有个地方是能够下去的，但我不知道这边有个牌子说不让你下去。Sails and sail lines。然后我看了一下，如果到前面那个景点下去的话，应该是看不到海豹了，但可以跟这个沙滩亲密接触一下。但我这鞋依旧是不行。这地儿呢是很多人推荐我一定要来的，吓我一跳，你说。今天呢给大家看一下比较确切的地址，这样大家下次来的时候呢是可以直接输入地址导航过来的啊。我决定啊，从这边下去，到海滩上，就湿鞋是在所难免的了。但如果有这个非常好的运气的话，搞不好那个海豹呢从这边游过来，跟我们来个亲密接触。在这边呢强调了很多次，不要接近这个海豹，所以这边写的特别清楚。如果说有意外情况下，马上拨911。这边呢看到有人在这边潜泳啊，我发现我可能下不去，因为这一下去就是那个水，我这鞋实在不行。没事，为了大家我拼了，我这次趁着这水，哎呀，不行不行，真的不行。我感觉到非常的遗憾不能下去，这时候已经涨潮了。哦呦，这水都快出来了！这个，如果大家下次来的话，尽量赶在这个三四点前一来啊，三四点，就是下午三四点之前来，要不然就不好玩了就。老外真的不怕水冷啊，真的不怕。
听到在前面那个方向好像也有海豹，现在往这边走走，看看碰碰运气吧。这边这个水没上来，哎，这还挺好的。Yeah. 过去，好近啊！我靠！好了，各位，这个就是特别好玩的地方，海豹就在我旁边，海豹，哇，美呆了。哎，我觉得这海豹啊，有的时候它的表情特别像那个一种小狗，狗狗的感觉，就像可以当一个宠物养，但是好像没有人当把这个海豹当宠物养。前面这有三只特别小的海豹，特别小的。就做个视频而已，行。各位跟一个朋友合张影。我前面这只呢，我感觉就是特别骄傲，在那头一仰，哎呀，我就是老大。今天来这儿呢，其实主要约了个人啊，顺便看一看这个。结果他这个停车呢，停车位不好找，我们约了半天，现在他应该已经到了，等一下我就去找找他，也希望不要太尴尬啊。我感觉那两只海豹是碰瓷儿的，非要躺在那个楼梯间呢。哎呀，我现在多么希望有个摄像师帮我拍几张照片啊！哎呀，可惜了。网络不佳，请重试。好。我这边网络不太好。你找到了吗？没有，怎么没看到搜索？哎，继续找吧。你干嘛不来？你给我那个地址呢？那因为找停车位一直没过来。天黑了。哎呦我天！是。他马上走过来了。我要真的跟大家说一下，太阳已经下山了。同时呢。我不知道是不是住在国外久了之后他就不怕冷了，我现在觉得冷飕飕的。你冷不冷啊？我不愿意起来，我叫 Sydney 水。他是澳大利亚的首都是吗？Sydney Capital 经常来这儿吧？对啊。来了攻击人了，他要把他驱赶了。还是不好扔了呀这。哎，你这海豹会伤人吗？会啊。你见过海豹伤人吗？他会赶人啊，用声音去驱赶他们呀。
你要下去吧。我不下去，太冷了。出发。哎呦呦，打起来了。你不冷吗？哎呀，又来看海豹来了。哎，你小心它咬你啊，你离它太近了。圣地亚哥生活这些年感觉怎么样？气候很好啊，天气很好啊。有没有下雨的时候呀？有啊，但是很少。一般是什么时候雨季啊？冬天的时候吧，但是很少。今年已经很久没有下过雨了。然后这边的人文也比较不错，然后生活比较节奏比较慢一些。然后沙滩啊，夏天的时候沙滩啊，游泳啊，冲浪啊，就很棒。你特别喜欢游泳冲浪？对，腿都晒黑了都。我本来就是 tan color 嘛，就是专门去晒的。哦。为了晒成晒到比基尼线和晒到这种皮肤颜色，所以每天夏天的时候几乎都在海滩。哎，我突然想起来，你是不是会潜水？对啊，我会潜水 ，scuba diver。什么地方学比较好一点？你可以去卡特琳娜岛，然后去那边浮潜，然后你也可以去找一个。PADI 的那个教练，然后去那边学一下，然后都。哎，你说在这儿能潜吗？在这个地方可以浮潜。我决定了，下一个目标呢，就是在美国学一学这个浮潜，同时呢学学深潜。深潜叫什么 ？Scuba 是吧 ？Scuba diver。Scuba diver。然后这个东西呢不一定啊，因为这个季节不是特别好了，已经会有点冷水。那以后游客来这边的话，停车方面需要注意点什么吗？第一，你需要 street parking 的时候看一好它的时间，因为它一般都是会要求你只停2个小时。第二呢，你需要做好防晒工作。防晒是白天来的吗？对啊，然后早晨和晚上的时候比较冷，记得注意保暖。哎，你是不是不怕冷啊？现在我是不太怕冷啊。哪儿？中国哪儿人？我是青岛人。哦，青岛不怕冷吗？青岛不怕，我在美国待的时间太长了。所以我刚刚说其实在一个地方待久了之后，他那个人体是适应那个气候的。你待多少年了？10年。在美国待10年以后就可以不怕冷了。你在这儿待10年吗？对呀、啊。圣地亚哥10年的老居民。哎，以后有机会我过来待10天。今天非常抱歉，有点事儿不能跟你一块吃饭了。你为什么要吃饭呢？没关系。下次我会经常来的。好啊，欢迎你来我们大San Diego。对，他是原住民。原住民。以后经常来了。行，那改天见吧，行吗？好。行，非常感谢你今天。干嘛？为了见10分钟还跑过来。啊，没关系。去吧，到时候联系啊。哎，好，到时候做好了告诉我。没问题。拜拜。嗯，拜拜。拜拜。今天晚上吃饭的地儿比较特殊，自助餐，赌场里的永远是最便宜的，但也是最贵的，你懂吗？千万不要赌钱。 No more gamble。